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有就是打游戏，我磕了碰了，我说哥哥我好疼啊，他就说哎呦我打着呢，我现在快输了。我就心想着我不要你过来，你口头上安慰我两句可以吧，然后也不安慰我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就平常的时候的话我对他都还真不错，他在床上面躺，只就是说你把这个拿过来把那个拿过去，我想喝这个我想去买那个我都去，就是我打游戏的时候我想就是自己需要就是单独的玩这么一小会儿，我需要自己安安静静的先打，就是我平常的话可以好百依百顺的都可以对你，就是我打游戏的话我想单独分裂点时间出来让我自己心里面舒服点。我不是没有给他单独打游戏的时间，打游戏时间特别长，四五个小时就是少的。这挺长的了，长是长，就是不是咱算一下啊？那你刚才不还说我只要一点时间吗？每天要睡八个小时，对吧？基本睡眠嘛。行，他要睡十二个小时，打四到五个小时的游戏，这十六个小时就没了。对啊。啥时候去工作呢？我现在的话都歇了，我们主要做这个庞巴迪挺的收售，冬天的话这挺没有人玩，太冷了啊。咱们冬天就没事干，在家里面待着，就专陪着他。行，我就听明白了，就打游戏呗。打游戏，就是我那次去找他去，我下车当时下雨了，然后我就说那个你哥哥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，然后他跟我说让我自己回来，后来我自己回去的，我自己回去之后淋湿了，开门看他就是特别因为输了嘛，脸特别不爽，坐在那儿打游戏，嘴里还嚼着槟榔，当时就是已经发誓说不吃了这些，然后摞了一盒那个烟，就是一盒槟榔在那儿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就等他跟我说两句话，我说我身上都湿了，你不想跟我说什么吗？重复好几遍不说话，后来看了我一下，你又没湿透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吃的不多，我说吃的不多你就不说什么了，那我还淋着呢，你打游戏你就不管我了，哎我特别生气，后来我在他家我就把东西给砸了，然后他当时把剩下东西砸了，还把饮水壶踹了。不是你都砸了些什么呀？就砸了些碗。我把剩下的都砸，就当时我也是生气。你把剩下的都砸了啊？然后你都砸了些什么呀？就锅碗瓢盆。哦，厨房用品是吧？厨房用品都给砸了啊？砸得好，反正也不打算过是吧？就他还怨我说给他发微信语音，所以他输了。我这个人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这个状态不太一样，你能懂吗？就是我对你的时候百依百顺的时候是一种状态，我打游戏的时候我会陷入到游戏里面，我需要反应，需要操作，我需要好好的打好这一把。你能懂吗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话我就来回这个来回切换啊，就来回切换，就是他跟我一说话我就开始切换，我切换完之后不仅游戏也没有打好，还把他给整生气了，我就感觉得不偿失。他回来之后一砸完之后，那我一气之下算了，我也砸了吧。懂了。他这脾气大，这不光是这么件事儿，还有一回啊，就是也是打游戏的事儿，就跟我吵嘛。他那会儿吵完了之后就往外面跑，把门直接就摔了。我当时想，我说要不然分了吧，我说我也不再追了。我想了想，当时天冷啊，他穿的少嘛，我犹豫了会儿，我说算了，我去得把他先给找回来，有什么话咱回来好好说呗。去外面去找不着人，手机什么的也没有带嘛，最后找了得有个五六分钟吧，最后在银行找着了，找着我让他跟我回去吧，他还不带回去，我给他扛回家了，就是特别任性，脾气特别大，就是我觉得我跟他吵架都是很小的事儿，不用是搬在台面上来讲的东西，在他眼里都特别严重。那你找游戏去得了，而且他老说他那个分儿特别高，那我当时都想身披华夏战袍为中国去做做这件事儿去，但是因为我还大了，对吧？我大了之后反应什么的跟小时候我没那么一样了，所以说的话，我现在就老老实实干我自个儿的事儿，对你就好。但是我偶尔的时候我玩会儿游戏，那也不叫偶尔啊。前些日子我不是戴牙套嘛，我牙疼刚紧完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呦也不理我，后来给我回了一句，我安慰你两句，或者就是意思说我过来你就能不疼了吗？我肯定疼啊，那我肯定需要他就是男朋友的。你就除了游戏是你最大的情敌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情敌吗？我跟他好之前啊，因为我们俩认识时间特别早，应该算有交集吧，朋友之间都认识。然后当时我跟他在一起之前，就是十个里面有九个人跟我说不要跟他在一起啊。然后我当时为啥呢？他原先太花心了，当时也是他对我特别好，那会儿是我晚上失眠他都会语音就是给我讲故事呗，一直讲到我睡觉就睡着了。不是那会儿你是他的游戏是吧？那会儿赛季结束了，你看赛季结束了，所以说那会儿你是他的游戏嘛。来啊，你接着说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和我朋友口中他们所说那个人不太一样，也是接触了很久，然后我才决定试一试吧。然后试一试，我觉得还
挺好的，但是我发现他就是什么说话不算话，打游戏的时候就根本就不理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直男癌啊还是怎么着，就每次朋友说起来那句话我就想想，我觉得有点后悔当时没听他们的话那种感觉。不是，你说了这么多，说我以前又花心又这那那的，最后也没有花心的什么事儿，又还是打游戏的事儿。对，就是我跟你好了之后，我把我微信里面所有的小姑娘什么的全都给拉黑了吧。就是我以前所做的什么事儿能让你现在还这么害怕吗？也没有啊。就是咱俩吵架都是很小的事儿，我希望你就是不要就是拿这种事儿来说我。